怎么办呢？一个秘书把我打发了，没有对不起，我知道你是真心想帮我的。工作嘛，没有了可以再找呀。 本来我也不喜欢图书馆那样按部就班的，别太放在心上。两好一心敬业，六六六八八八八的，唱。好，我亏，记，把他。 有点意思啊！好喝。来，嗯，还比赛？哎，你真不嫌累，我哪能跑过你呀？哎，哎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钱芳姐。 你不是那个老周翔？周翔，我知道你叫周翔。哎，怎么你也住这儿啊？不，我朋友住这儿，我刚从他家出来。哦，这么巧的。哎，大哥呢？嗨，他加班，天天加班，不可能这么早回来的。那大哥不在的话，你说照顾小军的事儿都由你一个人担着，辛苦吧？当厂长是你黄大哥的事业，那照顾小军就是我的事业。刚滑完冰回来。 他是那个棒球队的。哎呦，这么厉害呢！哎，你先回家写作业好不好？好，别贪玩啊。这个拿走。好了。嗯，叔叔再见。哎，再见。真乖哈。嗯，是。大哥现在是厂长了，嗯，地位也不同了。那是。但是这外面的诱惑也不少啊。大姐，你可以多留点心吧。什么意思？ 大姐，嗯，以后好好打扮一下自己，啊，打扮自己，啊。 这是哪儿？啊，昨天和你们罗厂长，别吓唬我啊！我们两个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对。哼，你们这就是不平等条约，知道吗？让我签是吧？没门儿，我没门儿，我绝对不能签这份合同。跟嫂子准备分礼物，就是不知道嫂子喜欢不喜欢。 Thank you.
回来了啊！哎，你怎么睡这儿了？整你呗。那个啊，有个大客户，这男人喝酒没完没了，你知道是吧？不行，我有点头晕，我去冲个凉啊。烟味儿、酒味儿这么大，喝了多少啊？下次别这样，身体是自己的。啊，我去洗个澡。有成。嗯。你饿不饿啊？厨房有剩的饭菜。我热一热，你洗好了吃。我不饿，我就困了，洗个澡。你先睡啊。嘿，怎么了这是？泉水，泉水，不上班啊？嗯，你看，你看，赶紧起来吧！你这孩子怎么？哎，我给你带点吃的，你赶紧起来，还起来，快洗啊！